那个是由那个旗站的资仔槟城为我们提供的香蕉冰淇淋，然后它搭配的是巧克力酱以及香新鲜的香蕉，那这样子可以做巧克力圣代，很方便。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是也是旗站有名老街，它那边有制作的香蕉蛋糕，那以及这是用香蕉做的一些农产品的部分，那这是香蕉干。 它是直接用那个真空把它烤干，所以它吃得到原本水果的那个口感。没有，这全部都是由旗山那边提供给我们的。对对对，尤其是像资仔槟城，像这样的话，在夏天的冰品上是非常的好卖的部分，非常好吃，不会很贵。我常去吃。渔人码头那边有一个香蕉博物馆，嘿，那边有在推广，那边是算是。 那个香蕉码头不用，那边免费参观。我们旗山不只有好吃的香蕉哦，还有非常漂亮的木瓜，等大家一起来选购。上车香蕉，倒来这里。这香蕉上好吃，上好吃香蕉就是这只。